限量是残酷的，收藏这些限量品有值得吗？瑞士的军装，然后他就叫血腥的军用外套。我那天有一个朋友，他说这一件呢、你如果说能用台币10万买得到，算你厉害。以你们典当店来讲，你觉得价格不到？这一改只要多少钱？我们是不会收啊。取其辱啊，好气人哦！金浦河桥下二手市集很多展。哇塞！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